我对你的爱意却是最真，你想几多风雨翻，你借我枷锁不还。Thanks, thanks, thanks, 我的客人。凉风轻轻吹到，突然进了我耳根。世间是否痴缠最高？哇，这都是您这么多年的珍藏。九五年的时候，跟学友在世界巡回一百场，西城收束跟梅艳芳、张国荣，这个是我们在欧洲演出的时候。嗯，哇，您真有心，都留着。我的保险箱里面就是都是这些东西。保险柜里不是放珠宝，放这些。你知道这个是谁吗？这个不就是谢谢霆锋吧？对，这个是婷婷。啊，哎呦，真的都是，都很是小时候也很可爱。哎呦，这是仙姐，仙姐，任子，仙姐我见过一次，她也是到现在还很优雅，对，而且皮肤保养得特别好，这个沈殿霞，菲菲姐，去世前最后一次访问我们做的，人非常非常好，对呀、啊，人非常非常好，这个很难得的一张 TVB 的照片，因为我汪明荃，对。这个是赵雅芝，对，李湘琴，这个是邝美云吧？是，这个是梅艳芳吗？对，那你眼力很好哎。哎呀，我这个松松不久前我在北京看他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他演得非常好。我觉得他演得非常好，非常努力，而且普通话现在变得非常好。哎，这个照片很感触啊！你看，这个只有他跟我在了。这个是专龙，他现在他一直都不出来，他在哪里啊？我们好想找他呀。在美国，就再也不来演戏了，他好可惜。对呀，因为不久前我又看了一下那个《The Last Emperor》，演得太好了。亮亮。对呀，哎，你知道这个是谁吗？知道啊，容祖儿啊。他还没出道哦，那一年刚刚签了英王，还没出道，唱片还没出，对呀、啊，你看真的小女孩啊，真的现在也是小女孩的样子，好小女孩。这个就是我做97回归的时候那个照片，是很有纪念性。王菲是这个样子，所有人都在，林子祥、叶倩文、王菲、谭咏麟。哎，那张学友在哪里、啊？张学友在这里，马友友、谭盾。这蛮难得的，真的，这个照片真难得。草蜢，莫文蔚，你看当时大家的样子，真的好可爱。那个是谢天华，太多的回忆了，太多的。这个菜子为什么会做呢？那一年呢，那个肥肥刚去走了嘛，我在那个TVB 给他做了一个追悼会，在这个红馆，然后我看到很多很多朋友，很多人，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见面都会在一个这个场合也不适合讲话啊？然后很多人很久很久没见了，所以呢，那一年呢，我就搞了一个 party， 就是让大家在一个开心的场合里见面，大家啊，我跟他们合作过的朋友啊，什么都大家，要不然总是在一个对伤痛的一个场合，对呀、啊，这些琳琅满目的照片。不仅记录了陈泰闯荡演艺圈数十载的珍贵回忆，更饱含着一份见证演艺圈更新迭代的感慨。
虽然陈淑芬签下的艺人不多，但大多数都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明星。同时他还发掘了诸多的新星。1982年华星成立唱片部，不久后陈淑芬开始举办新秀歌唱大赛。这场赛事为日后的演艺圈选拔出了包括黎明、郑秀文、郑伊健、陈奕迅、杨千嬅、张卫健等在内的影响至今的歌手，而梅艳芳更是在第一届比赛中就以一曲《风的季节》惊艳全场，一举夺得冠军。此后陈淑芬尽心尽力打造梅艳芳，不仅请来了刘培基为她量身设计造型，还请日本大师喜多郎和香港作曲家李小田为她创作歌曲。1985年梅艳芳发行专辑《似水流年》并迅速爆红，此后更一步步成为香港乐坛无可取代的一代歌后。陈淑芬堪称梅艳芳的歌坛伯乐，二人合作多年。1981年，陈淑芬开始签约歌手，而张国荣是她签下的第一位艺人。1983年，陈淑芬为张国荣推出了唱片《风继续吹》，张国荣因此成名。1984年，陈淑芬几经周折，为她从日本拿回了歌曲《莫妮卡》的翻唱版权，也正是这首歌，奠定了张国荣在香港演艺圈的地位。随着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金曲相继问世，张国荣也成为了香港乐坛的一代传奇。20多年间，陈淑芬与张国荣合作始终默契无间。都有来的，感动感动感动。其实哥哥在国内都好多人喜欢，很多很多很多歌迷，很多人都很想念他。因为我识得好多好细个又喜欢大，年轻十几廿岁又有啲年纪大嘅都有，有很小的到年纪很大都有很多很多。佢哋后生啲就话喺网上睇到。对。喜欢他的歌还有电影都有。那好咯，我都希望哥哥可以一路延续，好多人爱戴他，我们都很喜欢他。对的，谢谢您，谢谢谢谢。依然盛放的赤裸裸，人跟人之间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分，或者是不是合？那我觉得您可能就是跟 Leslie 是最合，也最疼他，因为他会听我说嘛，他会接受我的意见。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事他
不太同意，但是 Leslie 是一个很 gentle 的人，你知道吗？他不会马上就说我不喜欢这样，我怎么怎么样。他是很温柔的拒绝吗？他会不出声，然后他会第二天他再找你去说他不想这样，不想怎么样。那根本已经没有这个，你跟他不会，不可能发生冲突的一个人。嗯，然后你会慢慢分析给他听，他会接受的，只是他没想清楚的时候，你去跟他说呢，他会不出声，他不同意，但是他不会跟你争拗的。你知道刚才我们去拜祭他，我都觉得就这心起伏特别大，很难受。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平复，失去了一个这么一个朋友。其实我当时对这个病啊，可能就是比较不了解。我是尽量去做，尽量去帮，尽量去跟他聊天，尽量去做。但是当时我是梅艳芳跟张学友我在走兔，给他的时间可能不够多，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个病会那么严重。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一直眼泪都没有停过的。只要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就会哭得很厉害。我本来我的视力，我的眼睛，我的视力很好的。其实我最难过是张光走了之后，因为之前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张光不舒服，他说你去成都深山去吸吸这些大树的灵气啊，叫我就是我跟大张光说好啊，我就跟我一起去啊，我都答应他去了。但是因为当时太冷，我怕他身体不好，怕他撑不住，那我说迟一些，我们可能就是骑一些软一些的时候我们再去。那他也好啊，他也没事，他答应了。但是他走了以后呢，他的家人跟我说怎么会这样啊，他还说过两天要跟你去成都。我想他是很希望离开香港那段时间，他没跟我说要，真的很希望马上走啊。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的姐姐会跟我说，哎，他还说要过两天跟你去成都，这个可能就是前几天，可能前一阵子说的事。哎，我真的心里非常内疚。不要了，这样如果我们只是一直在责备自己的话，没有答案的，因为，但是这个病。我当时真的理解太少，要是他没有这个病的话，他其实追求完美是一点都没问题的。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就是完美啊，如果有所谓完美的话，那他就是最接近完美的。所以就会让人更加的心疼。但您现在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的看到每年会有歌迷还在怀念他纪念他，就内心还会有一点点安慰。那一年只是有一个电台搞了一次他的活动，邀请我们去看。我坐在唐先生旁边，两个人只是一直在哭。唐先生现在还好吗？挺好的，他有一个寄托，就是打球咯。所以那个打球是一个星期，花了他很多时间的，那对他身体也好，是一个运动，但是也是一个时间的打发。其实我在做十年的那个纪念张国荣的活动当中，我接触的，我有一个部分是让大家去把跟张国荣的点滴的事情啊，去讲一下。那一次我发现他很多很多有很多事我都不知道的，
譬如说他拍一部戏，有一些甘草演员，然后他拍戏的时候对他们很关心的，但是拍完戏以后就大家一般就是不会再很少来往来的嘛，就是，但是张国荣会久不久没事会给他们打电话约他们出来吃饭，那些都是很窝心的事你知道吗？而且呢好像那个拍戏不是很多阿姐会给你煮汤啊斟茶递水啊那一种，他也很照顾，有空的时候会找他们去喝茶关心他们一下。那所以很多人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人讲他，你就知道原来我知道的他还没有那么多，他私下自己也做，为什么真的他总是不可思议，很多人想不到为什么。他是个很美好的人，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实在一个太好的人，所以唯一的安慰就是歌迷会不要说十年二十年多少年，他的歌都会在，电影都会在。不过我今天去我还有一个就是挺感动的，我看到菲菲姐，看到 Leslie 哥哥，然后看到罗文先生，三个人的照片在一起，我内心还觉得就当然很难受，但是又很感动。我觉得就您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不只说我们曾经是工作关系，这么多年也是有很多亲人的那种交情和情谊在。我觉得一个人他们是很熟的，对，我们都很熟的，他们互相之间能够有陪伴，我觉得让人也觉得很安慰。然后你们之间又能够这样有情有义，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终有情有义是让人觉得就不害怕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因为人很孤独嘛，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其实那种恐惧感就会少很多。就这一点刚才还是挺打动我的。如果有一天您在家里面打开抽屉，像今天这样收拾很多以前的东西，然后看到有一封信，没有拆开的信，你会希望这封信是谁写给您的？我希望是菲菲写的。其实我们来往最多是他病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也是在走 tour 嘛。然后我一下飞机，第一个听到他电话已经是他打来的，然后他就说你回来啦，我家里煮了饭等你。为什么每一次你一出那个闸口一开电话就是他的电话到了，我相信他是一直在打电话。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那些信息那么准，那个班机到了他们可以查得到的，都是要打电话去问啊，他大概知道时间他就会不断的打到你有人听为止。其实很多事他没说，最放不下就是他女儿，他希望我做一些什么，我们都没有说清楚，是我们感应到。最后在医院他跟我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走去哪里？回家。好好好，我答应我一定陪你回家。所以到最后我是跟他一起回去把他送到温哥华。我想看他到底希望我做什么，我做到没有。的确是一个从来不喜欢欠人情的人，后期他很多朋友他都没有特别去见面，因为人家一见他这样子就会哭，他最不喜欢人家哭，他最喜欢就人家在对着他笑。所以呢每一次他有朋友要看他的时候，他无论多累多怎么样他都会抖起精神，十分钟他已经是要累死了，但还是趁着那十分钟好精神提气跟人家讲话这样子。我那段时间一下飞机我就拿着一个袋子很多公文啊什么，我说坐在他旁边，他
他就睡觉，我就在旁边看一个桌子在工作，就是这样陪伴他的，就是陪伴就好。对，就陪伴他，有精神的时候就看着你会笑一下。最渴望就是女儿在身边看，留着看看着他。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想回到什么时候？我肯定想回到2003年4月1号。如今我们仰望当年的巨星，一定会增添很多的传奇的色彩，因为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了，特别是几个已经过去的人，关键是巧合，就这些人都跟这样的一个女性连在一起，就我们采访陈泰，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吧。我是觉得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面打拼是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她做的很多事儿，女性应该是都凤毛麟角，很少很少的，特别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女性，她在工作当中取得多大的成绩，在生活中她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精力跟智慧才能够稍微的平衡，就我们看到的是云淡风轻，但所有的那种波涛汹涌她都是能够驾驭的。我对于这样的女性我内心很佩服，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风浪，我会很欣赏很尊重这样的人。